丈夫兄，你想看卖？那是要闹钟啊，无眠无日，用尽心血在求，都未有炸弹诞生。炸弹的威力虽然大，也不过伊也是无法度战胜人的笨蛋，只有需要闹钟啊，一直在提醒，在坚持，最后才会用的将所有的人叫醒啊。两位先生，心讲伊袂用的啊，起来，冲去。心公，先生，心公，先生来哦，你别听到，不要紧，我会用的，我无代志。两位先生，我要跟你永别啦。心公这世人上大的影响，就是熟悉两位先生。可惜国家危险，东桥。本来就是我以后不会能够照顾你。我死了后，你还把我姑父早顿的钱都加入我故乡，把我阿爹带做伙，等中国收回钱都迄一家，你还去我的房间，把我甲我阿爹讲。别来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感觉
我的头毛拢变乌啊咧！啊，是无？海威，是啊，中华，林瓜，是是，变乌啊！对，变乌啊！变乌。老鬼，心公，心公，心公，老鬼，你精神啊！心公，你精神啊！老鬼，心公，老鬼，你精神啊！心公，老鬼，鬼心公！
唔知李处长大驾光临，又是关营啊！我即马就去找蔡校长。哎，免，免惊动蔡校长啊！恁两个先去无营。本部令一，将补习学生移交法庭审问；二，令北京大学即刻整特学风。啊，李处长，这你应该当面告蔡校长才对啊！你嘛知影，我只是一个传话，根本都无权接受这种命令啊！体谅啦，这只是做好看的啦。本命令拢总有三条，第一条就是查办北大校长蔡元培。这条叫部总长的私底下甲划掉啊啦，所以讲这个命令哦，是绝对袂当交给蔡元培啦，了解无？洪仔兄高兴高就，咱才当来这一顶青银小班，恭喜恭喜啊！多谢吴总甲记者，我即马是公检部下海春秋栏目的主编。这是我的公开身份，我另外一个身份是京师警察厅在编的高级警探，也是吴炳湘总教亲身领导的第二情报组的副组长。我的工作就是专门收集北京学界动态情报、军中和瓦解学生运动。为今仔日开始，这个南雄班就是咱接头的一个点。恁所有的人，拢是我的线人。嗯，洪三兄，我听讲这个公检部的学海春秋，佮是专门咧支持学生运动，佮政府咧作对的呢。这恐惊无啥符合咱的行为啊。这个问题问了好，双重身份，就是咱情报工作的特点。只有深入虎穴，才会当收到记号。以后。您作为京师警察厅的线，嘛爱回乡，稳重家己的身份。对啦，各位啊，线民袂白做，有钱通赚啊！只要恁几个较骨力的，贵金乱的房间啊，以后就是咱的家啊！叶公子，进来啦！太要冷啊！哎，老姐，姐呀，老牛啊，准备好啊未？行咯，各位同学来看卖咧，各位同学，大家请看一下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来看卖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有听讲无？蔡元培蔡校长啊，甲咱北大出卖啊！啊，蔡先生，无可能啦！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你听我讲，蔡元培叫咱复课啊。讲是为着要保护遐封闭起的动物，不过实际上咧，您看，遐封闭起的动物啊，不是同款向审问、向判刑啊，啊，这真明显就是伊所设的一个圈套啊，咱大家啊，拢叫骗去啊啦。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我有听讲啊吼，这个周主任哦，开真侪钱请凶手，要刺杀蔡元培佮北大的学生，这个戚处长哦，已经伫金山大炮拢摆好势，要拍北大啊。各位同学，警觉醒啦，莫叫蔡元培骗去啊！有影，我有可能啦。那我想做代志，我做准啦。了不起啊！中副班的十几声效应已经出来啊！我写的白话小说嘛有效果啊！五四运动，和国民无见识、自卑、无志气的个性拢无去，和中国人的腰脊骨拢挺起来，了不起啊！是啊，有才讲到真透底。五四学生大游行以后，一声把这多年来所有矛盾解开啊！爱国也是卖国，即马就是踩在中国人面头前的一道分水岭，要安怎行，谁拢说袂过。也毋过根据我的分析，这两天的形势比前两天搁较微妙。虽然讲红领旗学生放出来啊，也毋过矛盾搁较大。安福系的军阀想要利用学生复课，甲取消国民大会，办两件代志。第一件。签约。第二件，镇压学生运动。因会安尼做，只是想要显示对中国政权的统治力。那恁想要办好这两件代志，上关键的，
就是爱甲北台带头迄个人先制服。北台带头的人是啥啊？蔡元培，这就是反动派即马第一要攻击的目标。首相吼，我是了真有道理。照我所知影，今仔日警察厅已经发出传票，要分别传信遐已经释放的被捕学生，讲哦，也是依法追究因的法律责任。另外，总统府、国务院、教育部，拢去发出训示，要即个蔡元培先生渎职。我是听讲，安福系已经内定吴林元接替蔡元培先生做北大校长。蔡先生最近的心情敢若无啥好，今仔日在。哎呀，毕东兄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即马已经着急到要死啊！你阁安尼甲我讲耍笑？来，来，毕东兄，请坐，请坐，秀雄兄。老实甲你讲，下晡段基虽有召见我，命令外交协会袂当干涉巴黎和会签约，袂当调集国内集会，袂当散布甲政府无共款的意见。伊阁讲，北京学生15,000+人所做个代志，副手都伫北京大学，啊，北京大学罪魁副手就是校长蔡克明，蔡克明。绝对袂用阁做北大的校长啊！已经敲电话予池世昌，提议吴金元代替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，陈应雄代替鲍正湘担任教育总长，林刚提请内阁议长。无需要因烦恼，我已经提交市级报告三届啊！即马关键是袂当予被捕的学生阁予人关起来，袂当予因第二届入去监狱。凯文啊，我想来想去，若是要好好计划，敢有啥物办法会当渡过这劫？我老实讲啦，别动兄，只要我遮个北大的学生，莫阁予人关起来。只要保证北大平安，叫我蔡元培做啥物，我拢无要紧。即马即个情形，
只有一个办法。36家，走为上策。离开。秦秀兄，啊，想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。啊，你讲啊。你讲天要落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个娘讲的是啥啊？我认为哦，要嫁这个娘，绝对不是囡仔的娘，应该是还未出嫁在世的姑娘啊。最近我看清朝人王友讲的五下颜莲。关系天要落雨，娘要嫁人，伊是安尼解说。伊讲天顺阳无阴，要落雨，即阳字求阴也。啊，那娘是孤阴无阳，那要嫁人，即阴字求阳也。如是妇德，如将点妇，其理如是，其势如是。你看，即个网友讲哦。会讲这个嫁人的娘是还未结婚的女子，嗯，假使是已经结婚的女子，就无可能是孤阴无阳，嗯嗯。所谓男代当婚，女代当嫁，查某囡仔大汉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先愁，这是娘要嫁啦，这是人道。天要落雨嘞，是天道，天道人道。两者是不可抗拒的。高同生，你跟我们说这么多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说，要跟你说，要走的，他一定会走，要老的，他一定会老，不会因为人的意志来改变。算是要走去了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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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是脚在抹油嘛，竟然先走去了。哪样？哪样？真正走样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真正无啦，沈西来啊，沈西好，我管你，杀骨马食大风里，民亦老子，日去小休，我欲小休矣。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经正式辞掉。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一批，自5月9日起，一切脱离关系，特此声明，为第五者两字。三位先生，蔡先生留这字条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即马有各种各项的解释，恁三位是权威啦，讲给阮大家听啦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敢是文科的学生？是啊。连这也看无。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您听我讲啊，您看卖，蔡先生，这个字条的开始就写两个典故。咱若想要了解蔡先生的心思，首先就要知影这两个典故。您看，一个典故是“杀君马食大崩梨”。伊是出自汉代应小说编的《风俗通义》，伊的原文是：“仲尼马肥，官者快马之走走也；生者喜其言，离苦不易，至即死。”郭先生，这阮听无。你也是讲白话文呐、啊？先生啊，讲白话，对啦，讲白话。一看你这个文科学生，就是学理不精啊！这个典故，伊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官吏，伊的马饲个真肥，走了嘛真紧，受到过路人的娱乐。这个骑马的人呢，就开始真得意，一直骑马用鞭，一直走袂停啊。结果就把这只马忝死啊。所以蔡先生引用这个典故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卖着急啊，还佫有第二个典故，名义老子。乞可小休，伊是出自《诗经·大雅之民庐》。伊第二句开始就是“明月如子，乞可小休，
废除中国，以为民求。哎呀，同哥，你安尼讲来讲去吼，讲离题啊啦。人学生的意思是问你，蔡先生写这个字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对啦，对啦，这位同学，我就讲给你知啦。这个杀君马甲杜邦仪，这个君讲的是政府，这个马讲的是周汝霖甲张宗祥，这个杜邦仪讲的就是恁这学生。错关不意思是，恁这学生惹代志，害伊吼。必须要离开啦！啊，应该袂啦，废呀！你这是对蔡公的侮辱。各位同学，我认为，阮这讲的就是恁各位同学，妈呀，讲的就是蔡公的家己。那是杜邦仪讲的，就是迄该死的巴黎合约，还佫有美国贼周忠了。蔡公所以会出走，伊完全是被奸人所害。伊安尼做，可能是出于逼不得已，嘛可能是缓兵之计。也毋过我高宏明相信，蔡公一定袂放弃北大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天要落雨，娘要嫁啦。谁在一起啦？伯伯，伯伯，蔡官陪李浩出走，到下边看不得看到啊！伯伯，伯伯，现在工作了。蔡官陪李浩出走，到下边赶快的抓到啊！伯伯，伯伯，蔡公是被政府逼走的，因为着叫学生高不理将这事件，一走，矛盾就当转去伊的身上，安尼学生才有救啊！讲了对，蔡先生所以不惜离别，第一是为着要保护学生，第二是为着要让咱袂用妥协，都要继续抗争。三军可夺帅啊，匹夫不可夺志。蔡先生无伫个，拄仔会用让咱大家放手，付出行动。我认为咱即摆上要紧爱做个，是爱进行满蔡的运动，唔那是北大，是规个北京，也佮有规个中国，用蔡先生牵制政府，安尼政府。就顾袂着遐学生啊！但咱是参详一下，具体安怎做？是毋是阁请学联出面组织？敢若学联出面也无够，满蔡运动直接的对象是政府，安尼教员就应该冲去头前。我认为，咱即马应该马上联络北京师范学校的陈宝全，因为出面带头组织并且成立北京国校教职员联合会，出面甲政府交涉。学联这个时阵做好准备，甲抗议、宣讲、演讲结合起来。牵入去社会每一个阶层，让全中国拢开始行动，实在袂用的。安尼就叫学生因总罢课。我提议，由北大教授联名甲教育部写一个声明，表明北大师生誓言甲蔡校长共进退，要求教育部挽留蔡元培。若是蔡元培歹留，北大全体教授就总辞职。大家若是无啥物异议，我推荐家己来起草这个声明。好，安尼我找人签名。拄则来时阵，我拄着高宏明个老师伯，因特别甲我提起讲，若有啥物行动吼，一定要甲因通知，在地当真处着，公台支持。大家负责家己个任务，马上行动。好。总长，总统府拄则来电报，讲陈宝全同年号十八个人，北京中等以上高校校长集体上书，恳请政府挽留蔡元培，责令咱一定要密切注意各大高校教员的情况。北大全体教授请愿书，你马上转呈予钱总理。桌顶的遐个公文，嘛请恁做伙处理一下。我要来走。
总长，这个位不是人坐，我要模仿蔡元培直接来走。你莫找我，你嘛找袂着我。总长啊，你若走，这代志是要怎处理啦？天要落雨，也要嫁人，随在去。总长，总长，刘波，刘波，总长，总长，刘波啦，总长啊！今仔日甲恁两个找来，就是想要参详一下教育部甲北京大学的问题。一望年半个月，学生闹代志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吼是头晕目眩，坐啦。哎呀，蔡元培走去啊，北京所有校长嘛对你失职，不得已我才下班留人。想袂到这个报警箱嘛同款不时而变，消失几啊天。即摆学生是逐天伫个街啊路闹。那听讲，佫死人啊！志总理啊，讲看觅情形啊。昨日清华高等科的一个毕业生，伫演讲的过程当中，伤过操劳死去。昨阮京师大学堂的一个毕业生，伫太平湖岛湖自杀，留一份真有煽动性的遗书落来。吴总监烦恼学生利用这份遗书，这两日伫学校附近加派警力，就惊会出代志。学生的代志若无解决，恁每一个拢无好日子过，两位讲看卖，到底安怎做？若要叫我讲哦，根本就是咱家己想软啦。无正常讲哦，干那安大才袂出代志。啊，即马安大了后出代志啊，伊家己先走去。这种人哦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啊，佮吴炳湘这个后代，硬要甲你阿来学生拢放走，即马讲起啊吼，只爱捌你个读书人哦，就是看人个面色办代志啊。你若软，伊就硬。你人个伊就软，钱总理，你认为呢？我认为这件代志根本也是伫别个，好友个代志无解决，学生个代志都无法度解决。一层还一层，咱先解决学生个问题，有办法无？我无办法，我拢听大总统个。请大总统训示。安尼好，安尼我就讲啊。最近我跟老段的参详过，阮两个已出几条。第一，免除教育总长、报警箱的总长职务，由陈应行代志。第二，包括周汝霖、张忠祥、陆忠武辞职申请继续重用。第三，因为蔡元培辞职不归，由吴林元暂时执掌北京大学。第四，即阵行去警备司令部，部军统领行驶警察厅。认真防护京城治安，闹民众闹代志，不服制压者，依法裁定。第五，依法审讯五月四日了代志学生。大总统英明。各位先生，甲师傅因来啊！段先生，先生，阮代表中心店的几千个工友来悼念为国牺牲的烈士。我来的时阵，工友拜托我传话给你，绝对袂当让即卖粪扫政府甲青岛交出去。若是赤色枪敢袂过，阮工人绝对唔答应。多谢，先生。这是学联拄做的决议。哦，你先坐一下。你先莫用。
恁先有去过青岛啊？青岛敢有水？我从来毋捌去过呢。心公有答应我讲，毕业了后，就要带我回去故乡青岛，甲我结婚。伊阁甲我讲，讲青岛有一个栈桥，就是一个真长真长的桥，有百外米哦，一直通到海底。伊讲，行到桥的尾啊，会当看到一个白色的灯塔，足水的。心公阁甲我笑讲，我一个查某囡仔，一定毋敢家己一个人行去栈桥顶。伊有当时啊，风足大，海浪足大，海浪若来吼，我会落去海底。心公又讲，假如我跌落海底，伊绝对袂来救我，伊会徛伫咧栈桥顶笑，看我去予水浸着。伊要我家己会晓受罪。寺庙，你看伊那只鬼魂。呼弓弩，喊泰山。挂起。救国，甲做学问。轻重之分，大小之分，免讲都真清楚。个人甲国家的命运是无法度分开的。我即马体会到这场运动，除了让人民直接行动、直接解决问题以外，还佫加上两个字：牺牲。牺牲。若无牺牲，无可能胜利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郭成功因为爱这个国家，献出了宝贵的性命。伊是咱北京大学、北京学界，也佮有全中国的光荣佮骄傲。咱永远袂佮伊放袂。人要用郭成功的死叫醒民众，继承基志，完成伊还未完成的代志。所以，阮决定五月十八号下晡伫遮举行郭成功烈士的追思大会。而且，我宣布，北京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联合会、北京国校教职员工联合会会议的决议，为着抵制北洋政府的违反常理，决定为五月十九号开始，北京国校全体总罢课。这是心公的血所留下的，即马予咱做伙，为心公
默哀。包括爱甲抗议宣讲、发动群众结合起来，平民教育感恩团爱发挥更较大的作用。恁来做好准备，唔然潜入去北京每一个街站，阁会潜入去上海、南京、浙南、长沙这些大城市，争取全国的支持，并且嘛爱伫这些大城市开过成功的对事会，这是发动群众上好的方式。我准备规几工去一撮长沙，听讲毛泽东因在遐做甲有声有势，我要去向因请教，来办一下反向联合。特别是上海，迄是工人阶级聚集的所在，爱让上海变成学生运动的第二个中心，甚至发挥更较大的作用。我去上海，宣讲过成功。好，安尼你就去准备一挂南下宣讲团。好。恩恩教练，我要派予恁一个任务。我拄则有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为山东问题建构各方面。这篇文章是由明仔载总部稿写的，主要是想要告诫大家，千万莫抓准山东问题，敢若是一个省的专门问题，嘛唔敢若是学界一家的大